能管您借个锄头吗？我要割草。啊，啊，谢谢奶奶，谢谢。就是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可以特别快的割完这个草，就是因为知道怎么割比较容易，一拿一拉，好了，看见没？就这样拿一下，然后一割一割就好了。没有手指，手坏了。嗯，割到了，刀割的，粗心大意，不成体统。一个月的变形生活，三兄弟已完全适应了大山里的一切。